大家好，这个是那个挂毛巾，哦，不是挂毛巾也可以挂纸巾的，主要是用来厕所挂纸巾的这个吸盘，这个是放香皂的香皂盒，这个是那个挂毛巾用的，放在那个浴室里面，然后这个是挂钩，吸盘挂钩，然后使用方法都很简单，就是把它放到墙壁，然后擦干净之后放到墙壁摁下去，把这个红线摁进去就可以了。这些都是出口那个，西班牙、法国啊、德国啊那边的都是出口的订单，所以这个品质，这个吸盘的品质都很好的，这全部都是出口的品质。大家如果需要订购的话，国内国外都可以，加我的手机号码，136-8086。0674，微信号码136-8086，0674，欢迎国内外的朋友，一起合作，也可以来我们工厂参观，这是我们自己做的那个产品，地址的话在广东省惠州市博罗县圆洲镇。